好，博士，第二个故事啦，周末奇谈。哎，周末奇谈讲啲又讲啲搞笑啲啊，核突啲嘅吓，核突啲，又核突啲又好笑。点样核突啊？从边方面？人兽恋啊！哇，喺重口味喎、啊，重口味。有人同鳄鱼结婚，同羊结婚，同牛结婚，同狗结婚。那些是祭祀嚟噶，系嘛？唔系祭祀，真事啊！有我贴翻上去。吓、啊！香港都有啊，人狗恋噶。佢一揽住只狗瞓觉，我贴翻上去。真系恋啊！真系恋啊！有些仲进行有性行为添，搞三 P。在美國，那些是兩公婆和隻狗一起搞三 P。 哇，那些是癖好來的，是吧？奇怪的性癖好，什麼都有。好了，我說一個人狗結婚的第一單、嗯、在印度。是因為印度呢有個年輕人二十多歲，他不是很通常在街見到那些狗公狗乸在那裡搏嘢的嘛。是但佢搏嘢又好奇怪喎，啲狗公狗乸搏嘢咧甩唔到出嚟喎，淋淋尾。嗯。然後個雀雀變大咗啊。嗯。攢住咗只狗嘅陰道。嗯。甩唔到嘅，要等好耐時間嘅。咁啊，大家扯住。嗯。咁呢個僆仔咧就攞條棍打死咗兩隻狗。有咩事咧？唔知佢或者佢覺得唔順眼咯。是啊，通街喺度搏嘢又甩唔到，揈嚟揈去咁啊，佢做紧心血来潮，心血来潮反正咬死咗两只狗。系咬死咗之后咧，佢突然间得咗个怪病，嗯，好差大镬，缩缩地又剩又医唔好，有阵时啊狂叫又唞，咁你依家睇醫生乜嘢都醫唔好嘅話咧，喺印度好迷信噶嘛，就走去揾啲巫師幫我醫啦。我諗香港都會，如果咁樣，即係你冇原因啊嘛，係嘛？我揾個巫師醫咧，就問佢嘅原因，哦，原來你搏死咗一對狗。哦，有啲因果喺度喎。你娶翻只狗做老婆咧，先至可以個病好。係。咁啊，真係娶咗只狗，揸正印度嘅。鬼嚟同只狗咧行婚禮，哦，又好咗喎，都有古怪。咁究竟佢冇同只狗洞房咧？呢一 part 咧就冇講嘅，即係揾一隻生嘅狗嚟嘅。生狗，正式佢拜堂拜成行足婚禮使錢，查贊督查，係咪古怪咧？嗯。咁但係我覺得好怪咯呢件事。因為你個狗公都要打死噶嘛，咁你淨係娶個狗乸，個狗公嘅冤魂又點咧？但佢係佢個巫師同佢作法化解嘛。哦，啱唔啱啊？我另外一單人狗戀咧，就係中國嘅，係比較古代啲嘅。嗯。有個縣官咧，就走去某個縣城上任。嗯。但佢咧就知道啦，呢個縣官咧就好醒目。就聽聞嗰縣城啲人咧嘅嗰啲民風點樣啊，佢就行正公民去，就微服帶幾個隨從，就扮嗰啲咁嘅經紀佬啊，嗯，即係賣貨佬啊、商家咁樣，就當經路過咁樣入去先，微服出巡。係啦，其實又去上任嘅。係。咁佢行行下咧。就嗰啲隨從又拎起啲貨，咁就話坐低飲茶，叫阿婆執啲誒嗰啲茶寮咧，佢執茶。誒、哎，你快啲飲，快啲飲，我要睇嘅，有嘢睇啊！咁唔好飲咁耐啊！你哋有咩睇唔巴閉？誒、哎，有嘢睇，有個人同只狗成親，成親生有懷咗孕啊！而家嚇咁神奇，咁啊帶埋啲隨從走去睇，佢打眼色，啲隨從咧就去先。自己跟住阿婆咧就去啲墟度睇熱鬧，嗰啲市墟啊，嗰時嗰啲市墟咧，去到審呢啲咁嘅公案咧，就係、是、村長審嘅喎，嗯，鄉親父老審嘅，嗯，即係違反嗰啲風俗啊嘛，係浸豬籠啊，成日判你啊嘛，嗰監夫人負責類似咁，哇，可嬲啫而家，搞到狗同只狗懷孕個女人。同只狗搞嘢，
咁啊告咗我係佢老公，嗯，叫李貴，嗯，唔係李貴友啊，真係叫李貴，李貴老公告咗，然後佢咧就同佢個朋友秀才咧，就有一日就提早咗做完工作翻去。去到翻屋企嗰時，見到有男女嘅笑聲喺度玩嘢嘅，玩性遊戲嘅情景。聲音係。係啊，咁咧佢就叫咗佢嘅秀才喺後門入去，佢喺前門踢入去。嗯。就見到佢個老婆同只狗喺度。嗯。衣衫不整。嗯。衣衫不整啊。嗯。咁啊，大興問罪之師啦。佢哋要搞咩啊？嗰啲佢咁咪打佢，佢誒你唔好打啊！有 B B 仔啊咁，我更加火滾。咁你 B B 仔何來㗎？佢望下只狗，狗公